同学们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编程屋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熊博士。在森林中，米勒熊和我们一起玩了很久的思维图形小游戏，不知不觉间到了吃晚餐的时间，米勒熊在丛林的深处发现了他最爱的食物蜂蜜，可是大树太高了，米勒熊要从树底一下一下慢慢往上爬。但在此同时，我们可以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来为米勒熊加油。在米勒熊想要往上爬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计算一道数学题，如果答对一次，米勒熊就会奋力前进一格。如果我们不断地答对问题，我们就可以看到米勒熊非常迅速地往上爬。等到米勒熊爬到了最高点，拿到了蜂蜜，就可以大快朵颐地品尝它了。那么事不宜迟，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本节课的主要内容吧。